顾名思义是由谈和判两个字来构成的。那我的反应可能非常冷淡。如何去打破这个双方的僵局？大家好，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下面进入第三讲，谈判的准备阶段之二。第一讲我们提到了，我们对于谈判要做相应的准备，包括我们要去设定相应的目标，包括我们要去评估我们的对手。那这一讲里边，我们将会就以下四个方面来跟大家交流。第一是谈判中的角色的定位以及谈判策略的确定。我们要去谈判了，我们大概是由哪些人去来参加这些谈判呢？他们双方或者多方应该负责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我们谈判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如何来设定我们的谈判底线，最后一步我们不退了，我们如何来设定这个底线。第三就是谈判是需要一个议程的，我们怎么来把谈判的议程能够去确定好，拟定一个有利于谈判顺利进行的一个议程。那第四就是我们如何把谈判的氛围能够营造好。大家都是喜欢在一个愉快安静的一个环境下去来进行工作和沟通，那谈判呢也同样是需要这样的环境。那如何去营造这样一个好的氛围来使谈判呢能够顺利的去进行，这是我们要交流的第四部分的内容。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策略的选择。那策略的选择呢实际上分为战略和战术两个部分。那所谓战略呢就是用来取得既定目标的一个全局的方针，就我们的既定目标是什么样，我们在整个谈判中全局的内容是哪些，这是战略的内容。那为了达到这个全局的目标，那我们相应的要有战术。那所谓战术呢就是执行战略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所以在我们选择战略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战略以及战术的相应的内容。那对于谈判，去参加谈判，我们这边作为谈判的一方，我们会有多少人去参加谈判呢？那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一个人去，这个单兵作战。那还更多的一些情况呢，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大的项目，大的内容，很重要的内容，可能会有很多人去来参加这个谈判。那在我们的谈判队伍中，我们需要哪些人，每一个人他所负担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在去之前，在准备阶段，我们就要商量好。那谈判中呢，大概有五类人需要我们这边来做准备的。那第一类呢，就是首席代表。那所谓首席代表呢，就是任何的谈判的小组都需要这么一个头，这么一个首席代表。那因为他来整个调动整个的谈判的资源，那这样的人呢是应该是具有专业的水平的人员来担当。但是不一定呢这个首席代表呢就一定是在谈判小组中他有最高的职位，这是不一定的，这根据不同的谈判来制定。那首席代表的责任是要做什么呢？首席代表呢他是要指挥谈判，需要时呢可以去召集相应的人来加入到谈判之中。他另外一个这个责任呢就是裁决与专业知识有关的事，比如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公司并购的投标，就是因为他是有专业知识，他能够去根据他的专业知识来裁决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他的责任呢，就是他可以精心的去安排小组中的其他人，他们是负责什么样的内容，这是首席代表。那第二个呢就是白领。
白脸是干什么的呢？白脸实际上是由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人所担当的，就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好人，这个让谈判的对方呢非常愿意跟我方的白脸打交道。那白脸是做什么的呢？白脸实际上是要对对方的观点表示同情和理解，就对对方所提出的要求和观点表示同情表示理解。那看起来呢好像我们要在谈判中做让步，但是让不让步不是白脸说了算，而是在谈判之前我们制定的这种战略和战术说了算。那白脸呢还一个责任呢，就是要给对方一个安全感，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是我方的白脸所要做的内容。我们第三方面的人呢，这个角色呢是红脸。那有白脸就有红脸，或者是叫做黑脸。这个红脸是做什么的呢？红脸呢实际上是让对手感到压力的，就让对手感到如果没有红脸这样的人，我们达成双方的一致的协议，谈判能够成功是比较容易一些，有了他反而成为了一个阻碍。是这样的人是来做红脸。那红脸在谈判中所需要负担的责任是什么呢？他需要在需要终止谈判的时候那及时终止这个谈判，那不是说就不谈了，而是说把谈判停下来暂停。那还有呢，他可以去削弱对方所提出的任何的观点和论据。那对方提出的论点和论据我们要去削弱他，把他的优势能够降低。这是谁来做的？是红脸来做。那红脸另外一个责任呢，就是胁迫对方尽量去暴露出他们的弱点，这是谈判中的红脸的角色。那第四类人呢，就是强硬派。我们需要强硬派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每件事情上他都是非常强硬的立场，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且让其他的组员能够去服从他。就在这个团队里头要有一个强硬的这个角色，他的责任是什么呢？责任是延时战术来阻挠整个谈判的一个进程，允许呢他人撤回已经提出的未确定的报价。就强硬派呢，他允许他人这个撤回已经提出的报价。那他另外一个责任呢，就是观察并记录整个谈判的全过程，使谈判小组的这个目标集中在这个谈判的目标上来进行谈判，而不是跑题跑得很远。但是当跑出去的时候，通过强硬派再把这个拉回来。比如强硬派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内容，其他的我们可以不谈。所以这是强硬派。那当然有了强硬派来设置这种关卡障碍，那就需要第五类人，也就是最后一类人，就是清道夫。清道夫呢，这个人呢，他可以将所有的观点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把它提出来。那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是设法使谈判走出僵局。比如强硬派他把谈判延时了或者停止在这儿了，那就要清道夫来把这个谈判让他走出这个僵局。因为大家谈判的目的不是僵在这儿，而是要达成一个共识，所以这清道夫的责任之一。责任之二呢，就是防止讨论的离题太远。这和强硬派呢有一点异曲同工的妙处，就防止我们讨论离主题太远，偏离了我们谈判的目标。那最后一点的责任呢，对于清道夫呢，就是指出对方论据中如果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把它指出来。还是目的呢，是要去削弱对方的这种优势。那在谈判中呢，我们会涉及到这五类人，包括首席代表、白脸、红脸、强硬派以及清道夫这五类人。那这五类人是不是就一定说我们要五个人一起去呢？不一定，因为一个人可以扮演其中不同的角色，他有可能既是强硬派又是红脸，他有可能又是白脸又是清道夫。所以对于不同的类型的人呢，我们可以一个人去来担当，但是这五种类型的角色在我们的谈判小组中都是要有的。这是我们对于谈判角色的这种认定。在准备阶段呢，我们要来设定我们的谈判底线。那在哈佛谈判学院里边呢，有个叫 Betnack 的一个课程，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来设定谈判的底线。那在设定过程中呢，我们要设定不同级别的一个限度，
就我们底线不是一个，而是有不同级别的几个，然后呢同时为对方去拟定相应的这个清单。我们的级别有三道，那对方的这个底线有几道呢？我们要去拟定他的清单，然后呢选出个人的一个否则。个人的所谓个人的否则呢，就是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 no， 就是对方的要求我们可以拒绝他，我们要选出我们哪些内容是可以直接说不行的。然后最后要做的就是要加固我们自己的一个限度，就是把我们的防线，我们是去谈判了，是去打仗了，把我们自己的底线的防线把它加固住，这是我们设定底线的一个内容。那在底线确定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谈判过程中逐渐会去逼近这个底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说，哎，我们已经快到底线了，就是在到达我们的底线之前必须让对方知道我们到底线。如果对方不知道，那我们到了底线也等于是白到了。那在设定底线的时候呢，我还有个建议给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假想的练习，就是我们在去谈判之前，因为我们底线有了，我们拟定的对方的底线也有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假想的一个练习，可以在我们心中练，也可以在办公室里边去练，找一些人作为谈判的对手来跟我们去谈。那这是我们做假想的练习呢，实际上效果往往是惊人的，因为我们在去之前就已经开始练兵了，这个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多练一点效果是非常好的。那还有特别注意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底线呢不能退出去。有些这个年轻或者没有经验的谈判者呢，他由于怕听别人说不，怕谈判对手说不，所以他就说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我们做。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这个谈判输掉了。那我们输掉了，实际上整个的谈判也不是双赢的，也是双输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怕听对方说不就说好的好的，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底线来去把它守住。在设计底线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期望与所得是相关的，我们期望的越多，所得到的也就会越多。所以在设定底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以上几个问题。那底线设定好了，我们为了控制整个谈判的过程，我们要去拟定一个谈判的议程，这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点往往也会被很多谈判的人员所忽略，认为谈判嘛，我就去谈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在谈之前，我们一定要去来拟定相应的议程。那这个议程呢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通则的议程，一种是细则的议程，我们都要制定出来。那通则的议程呢是给大家看的，这个我们今天谈判需要涉及哪些哪些哪些内容。那细则的议程呢是给我们自己看的，是不会给对方去看，那为了目的是更好的来控制整个的谈判。那整个议程呢，我们需要是有弹性的，不能说议程就定死了，说就是一二三四五把它定下来，而是需要有弹性，因为在谈判中呢会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弹性的计划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议程。那通过制定议程呢，我们可以让我们不愿意谈的一些内容不出现，我们可以去规避我们不愿意谈的内容，在议程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那到底议程里边应该有多少内容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议程的内容呢最好不要超过四个，超过四个就比较多一点，就比较难控制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尽量把议程呢控制在四个以内。那在议程中我们来安排谈判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有难解决的问题，也有容易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在议程中我们设定是先谈容易解决的问题还是先谈难解决的问题，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实际上呢没有一个定论。先谈难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好处，因为我们可以把谈判时间把它占足，而容易解决的问题呢，我们就说难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容易解决的问题呢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可以先谈难解决的问题。那当然它有一个坏处，就是因为它是比较难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上来就谈，在谈判双方还没有建立信任或者是这种沟通的基础的时候，我们上来就进入比较难谈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把时间把它占据掉，
可能为将来其他的问题这个留不下更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呢去谈这个先谈容易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谈判双方不太熟悉的时候，比如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从容易的问题来开始谈。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啊，容易问题一个一个迎刃而解了，那最后我们来去谈比较困难的问题。所以在谈判这个制定谈判议程的时候呢，我们难易的问题如何去划分，根据我们谈判的对象，根据我们谈判内容，我们可以做灵活的处理。那在写议程的时候呢，应该对议程的这个纸张呢留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这个以便于呢大家去做相应的记录。那当然我刚才提到了议程这么好，那大家都会愿意说我来制定那个议程多好呀，因为我要制定议程的话，就可以让我不愿意出现的内容出现，我还可以控制整个谈判的进程。那我们怎么能够去得到说我们来制定这个议程？那这也是谈判前期还没有坐到谈判桌上，我们就跟对手已经来交锋了，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制定议程的这个主动权？那我们可以先把议程先制定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议程草案送给谈判的各方来看。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议程中呢，我们一定不要出现一种就是很强烈的词语，而是要用一些中性的词语和一般性的语言来描述我们谈判的内容和议程。那在议程中呢，还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设定一个固定的谈判的时间，就是每一项议程我们觉得哎，这项议程我们用30分钟的时间或者用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不管时间的长短，我们一定要对议程的每一项来设定一个时间。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使我们讨论所花的时间呢不会超出相应的一个范围，使我们的谈判呢更有效率。如果这个谈判超出我们的预定的时间，会有个什么好的结果呢？比如我们原来决定谈这个议程用4个小时时间，那现在已经超出这个时间了，那会大多数人都会变得一个烦躁不安。那如果我们谈判的对手变得烦躁不安了，那实际上我们就会更占于主动来控制整个谈判的局面。所以议程是我们在谈判的准备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议程制定好了，我们要准备开始谈判了。那我们为了使谈判更顺畅，我们要来去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谈判的氛围。那这包含几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谈判所需的各种设备和辅助工具准备好。如果我们是主场，我们更要把这些内容做好。那如果是到第三方地点去谈，我们要把这些内容带上，或者是至少第三方地点有相应的内容。如果我们是客场，到对方那边去谈，那我们也需要这个数据的相应的展示，图表的展示，我们要把相应的设备辅助的工具把它准备好。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些工具准备好，不要到临谈判了东西都没有再去找，既耽误时间，让人觉得也不够专业。那这是第一方面，来设定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氛围。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谈判的地点的选择，也就是主场好还是客场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在座的朋友，就是你觉得你谈判中，如果你去谈判了，你认为是主场更好一点呢，还是客场更好一点？我这边有一点我自己看法哈，因为通常呢都会觉得主场好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掌握主动嘛，而且那个资料呢，如果一旦来不及准备啊，因为我们在主场可能还有很充足的时间去准备，但是我自己觉着可能是在客场好一点，因为客场呢，其实对方会放松警惕，因为是他们的主场嘛，他们就觉着自己心理上啊或者地理上会占一定的优势，会倦怠，会懈怠一点，这样往往给我们自己反倒带来了有利的方面。嗯，好，谢谢。实际上，在对于这个谈判到底是客场好和主场好呢，根据不同的内容，根据不同的谈判对手，我们可以不同的选择。那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探讨看一下主场。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主场，我们要考虑哪些因素呢？实际上，利用主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利用这种策略性的暂停。
因为主场嘛，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企业里边，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把它暂停住。那这边呢，这个易于向自己的专家去讨教。那在我们的主场，我们的专家都在，那易于我们去讨教相应的内容，而且也便于控制整个谈判的这种局面。那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个我看过一个谈判，就是谈判的对方，这个是一个非常精益求精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对于数字很敏感，对于事情非常认真，这个要求非常高的人。那当我们做主场的时候，我们知道对方是这个特点，那我们安排座位的时候，我们就故意把对方的主谈人员有可能坐的这个位置把它固定好，在某一个位置就让他坐这儿，然后在他对面的墙上挂一张画，挂张画，挂张画目的是什么？我们把这张画呢，把它稍微偏一点，偏了一点点啊，这个和正常的有一个角度。那当这个对手到主场来，他的这个首席代表坐到这个位置上，他面对的是一张画，这张画歪了。他本人呢又是这种追求完美型的人，他的第一个冲动是什么？冲动是站起来把那个画扶正。但是对不起，不是你的主场，不是你的家，不是你的办公室，你不可能非常不礼貌的去扶人的画。那他画扶不正，这画还是歪在那儿啊，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就很焦虑烦躁，最后整个谈判被对方所控制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主场来达到我们的一些目的，主场是有好处的。那当然客场也有相应的好处。那客场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带着东西到对方那儿去谈。那特别在中国，中国是这个好客之邦，那别人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要表示欢迎，表示尊敬。那特别呢，在别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们呢也会满足他，因为别人来了嘛，千里迢迢过来不容易，所以我们呢作为主方容易去满足对方的要求。所以当我们利用客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说啊，我既然是我们到你们那边去谈判，那我们制定了一个谈判的一个议程，哎，通过客场我们就可以把制定议程的这个权利把它要过来。那当然对于客场呢是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那由于环境的不熟悉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不安。那我们在之前呢，去之前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利用客场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讲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们的专家没有来，那对不起，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不得不放回到办公室的其他同事来解决，也便于呢我们策略性的去来停止这个谈判的进程。那还有一点呢，利用客场一个可以用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有可能去见到比自己职位更高的人，因为我们是客场嘛，对方他的这个总经理、副总经理各个级别的管理人都是在他的现场办公。那如果我们谈判对象呢是一个中层的领导干部，我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去见到他的高层领导。所以这边客场呢也有很大的优势，也有不足，我们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去做判断。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既不是主场也不是客场，就是第三方的一个办公室，就是第三方的这个地方来去做谈判。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必须携带好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内容，因为大家对这个环境都是不熟悉的，相对比较公平，比较平等。这是对于谈判地点的一个选择，如何通过选择谈判地点来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氛围。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细节我们要去注重的，比如说谈判的时间，我们是在什么时间来进行谈判，是在早晨好一点，还是在下午好一点，还是在晚上好一点。那不同的谈判时间呢，也决定了谈判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这个通过调查表明的人，一般的人是在上午十一点他的这个精力是最旺盛的。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谈判时间选在十一点呢？也不一定了。如果我们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是下午两点，而对方呢下午两点钟容易困，我们就可能把时间选择在下午两点开始。所以在时间的选择上我们要考虑，那谈判是放在一周中的最后两天谈，还是放在前半周去谈。那一般经验表明呢，我们谈判呢不要放在周五去谈。放在周五，为什么不要放在周五？星期五了，马上星期六、星期天要休息了，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心浮气躁，他已经没有这个想法来静下心来去谈。
但如果我们自己心浮气躁呢，谈判很难控制。如果对方心浮气躁，他是不是能够理解我们提出的要求，也不一定了。我们谈的内容他不一定能够去理解，认真的去思考，这样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可能是不能双赢双输的一个结果。所以在一周中的时间，谈判时间的选择我们要考虑到。那对于谈判的这个，比如说谈判现场的温度调节，那个我想请教大家，你们觉得谈判现场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我感觉最好温度是比较适中一点好，如果温度高了呢，就是说容易使谈判的双方的情绪非常急躁，那么这时候就是不利于谈判的结果的最终达成。那如果温度过低的话，就说谈判双方就不能全身心的投入，也就不会容易形成一个友好的谈判的气氛。好，谢谢。那从一般的谈判经验来讲的话呢，我们尽量把谈判现场的这个温度放低一点，就像刚才这位这个朋友所讲的，温度太高大家容易急躁，容易产生争吵争执，那我们尽量把温度放低一点，会效果会更好。那在谈判现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是否安排点心呢，是否有休息呢，这都是我们去如何营造一个好的谈判氛围所要注意的。我们可以迟一点来供应点心，或者吃午餐晚餐，这样让大家有一个饥肠辘辘的感觉，这样可能会有利于推进我们整个谈判的进程。那对于谈判的座位怎么去安排，这边呢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谈判的座位，主方也好客方也好，应该怎么去来安排我们的人员或者对方的人员？我自己觉着就是首席代表应该肯定是在中间，然后呢那个红脸应该是在离首席代表比较远的地方吧，然后白脸在旁边坐着，就其他的呢我不是太清楚，抱歉。非常好。实际上作为我们的首席代表呢，我们一般是坐在中间的，那最好呢是坐在会议室里边能够统领全局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圆桌的这个椭圆桌的比较尖端的地方，这样他可以统领全局作为首席代表。那白脸呢是坐在他旁边，因为白脸是给人一个好的一个感觉。那红脸呢这边一般坐的是离我们谈判团队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剩下的强硬派和清道夫呢，他们是一对搭档，应该坐在一起，就是有强硬有清道。所以这边呢我们对于整个座位的安排也是有相应的讲究。那最好呢是把我们的强硬派放到对方的首席代表旁边，去干扰他，去影响他。那当然我们的红脸一定不要放到他们的红脸旁边，那这双方就吵起来就打起来了。所以在座位上安排也可以去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氛围。那这里边呢就是我们通过去设定我们的谈判的角色，设定我们的这个谈判策略，以及设定我们谈判的底线和拟定议程和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来做我们整个谈判的一个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真诚创造成功，时代光华。